姐们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选择玉米粒做掉这个水库的巨物啊！听老板说，这个水库有百家的大庆，看看我们手竿能不能给它挑战上来啊！挂两颗新鲜的玉米粒。OK， 我现在抛竿做掉啊！走你，漂亮！来了，来了呀！我去！不！这鱼太有劲了！我手都磨起电了！回来！乖乖的，弄弄我就上来吧！我去！哎呀！要跟我俩拔河呀？这是？哇！我去！呀！顶你！我想要的是一百家的剧情，上来一看，2.25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放声啊！告诉你的爷爷、太爷爷，赶紧过来啊！去吧，走吧。